后面不知道怎么突然一下跟他对象谈了几年，就健身健了几年。你脚下是吧？哎呦我操，楼梯狗打了我。能是能爬上来吗？可以。你爬上来呗，要不然我不好救你。哎，我没打到他。我操，一滴血。打了，打了，打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等等，我这里有墙上来拿吧。在我盒子这里有把 AK 和 M4。下来了，二楼下来了。楼顶的在这儿。啊，我楼下隔壁围墙这里。楼顶倒了。你阳台。你外面阳台。让他爬过来，让他爬。下去了，在楼下了。这么散啊，这地儿。我说我给你试探一下。你妈！这是角落，角落，二楼角落，二楼角落。我就知道这个逼可能在里面。是这个。哎，发了发了，他不回来了，他不回来，直接打，直接闷了。嘿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！还有一个。后面有人。哎，别往上爬！我中间会被狙，而且我有那个什么东西。哦，你有那个背包是吧？对对对，我有那个背包，所以我可以扛。哦，血在这边山坡的鸡。这也没死啊！